这位坚决反共的阿根廷将领抵达松山机场之后，立刻前往松山军用机场接受由陆军副总司令王多年上将主持的隆重军礼，并在今天下午前往外交部拜会外交部长周书楷，苏部长以晚宴款待他。三阶副中将在我国访问期间将觐见严副总统和拜会参谋总长赖明昌上将，并将参观花莲荣民大理石工厂、陆军官校和其他的经济建设及军事基地。